大家好啊，最近这个视频上的这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这个人最近是巨火，然后那个我在我媳妇儿的微信上，然后也经常看到现老公现老公啊，因为这个跟我媳妇儿时间比较久了嘛，所以不会在意。但是这个人呢，是火到一定程度了。有一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突然刷到他。就一个这个视频，上面是一个什么哪吒的那种特效，抖音的特效，竟然这一个短短的视频，上面就说：“大家好，我是李现，这是我的第一个抖音视频。”然后他的粉丝现在是2000多万，那一个视频的点赞就1000多万，然后底下的这种跟这个文字啊，抖音里面跟文字的那个人是超级多啊，然后。就感觉这个人特别火，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果然呢，这个是至少让我感觉呢，这个不像原来的那种，就是小鲜肉啊，就那种看着弱不禁风，然后这个画着口红，然后那种感觉很让人不舒服啊，就没有阳刚之气的，然后很多的这个。电视台好像也说过，就是中国现在怎么回事，都喜欢这种小鲜肉啊。然后这个呢，让我看觉得，诶，至少他敢在这个视频里面，你看啊，这个里面，你看这个六块八块腹肌啊，然后整个的装扮的话，挺潮，但是呢，明显是有阳刚之气的，是有棱角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啊。你看，直男也好啊，什么啊，你看这上面。哦，出生于湖北咸宁啊，湖北的啊，这个年纪不大啊，91年才出生的，91年现在的话，差不多将近30岁啊，将近30岁，还是很厉害的。怎么来说呢？我感觉这个至少比那种什么韩系啊那种，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吧，大陆这边的很多小鲜肉，我感觉要来得更让人这个舒服和幸福一些啊。然后他怎么火的呢？就是这个电影，这个连续剧我到现在都没看过。然后我媳妇儿那个在客厅看的时候，我就跟着瞄了2眼，至少我没有那种抗拒感，或者很抵触啊。这个杨紫啊，长得也不是很漂亮，但是呢，她从小就拍的连续剧，我们很多人都看过。然后感觉这个叫李现的这哥们儿呢，在里边挺酷的啊，酷酷的啊。不怎么说话啊，然后反正整个感觉的话还是不错啊，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今天呢，我们既然我们做量化的，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叫李现现象啊，就突然间发生的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然后不能说人云亦云嘛，我们起码体现我们的专业度的地方，还有一个看里面有没有可能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啊，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叫百度指数啊，百度指数大家可以搜，在百度里边搜百度指数啊，就是 index 点百度点 com，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你可以选关键词，我选的是李现，另外一个呢是吴亦凡，啊，吴亦凡的话也是，我感觉也是特别帅的啊，作为一个男的，我觉得特别帅气的啊，然后个子高高的。啊，然后最早我是在那个，老炮儿就忘了啊，是那个谁，那个拍的电影里面出现过吴亦凡，觉得这个人就特别帅。然后呢，现在呢又是李现啊，我们把他两个人做一个对比啊，这两个我觉得都是有阳刚之气的啊，看着很舒服的啊，很帅气的小伙子。然后无数的这个女孩子对他们是发了疯的一样这个喜欢啊。这个看李现，好，我们先。把吴亦凡去掉啊，先只看李现啊。好，我们关注一下看啊，李现呢，他之前基本上你看啊，没什么波动啊，每天1000多，1000多，1000多。这个李现是不是这个李现都不好说啊？哼，对，有可能其他的，你随便搜一个名字都有很多个啊。这是每天在新闻头条上，最近半年的啊，在 PC 和移动啊，就是电脑和手机上啊搜索的。什么时候开始起来的呢？7月9号。啊，7月8号有11000，哎，明显有人搜了，比平常多了啊。然后到7月9号那天，7月9号什么日子呢？注意看一下啊，7月9号就是《亲爱的热爱的》这部片子
的首播时间，首播是在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看到了啊，看到了啊。好，从这天开始就不得了了啊！这个到7月19号，一天搜索李现这个字符的人呢，就有91万次啊，而且是持续上升。从这之后呢，开始缓缓的下降啊，缓缓的下降啊，然后移动平均值，你看就在这一点的时候，突然就爆起来，就7月9号，现在才8月10几号嘛，就这一个月啊，突然就火了。现在慢慢的趋于平淡了啊，就是这种热度，其实它也很像是股票的走势，拉起来，咵一下子，然后慢慢的一波一波一波，很像6.24的那个走势啊，股市那个走势啊，挺有意思的啊，因为我觉得都是通的嘛。好，然后资讯啊，资讯关注度啊，这个还有媒体指数，这两个涨得差不多啊，这里面有啊，资讯是什么意思？互联网上。对于特定关键词的关注和报道程度，啊，他在他之前呢也有报道啊，他其实也算是一个小明星啊。3月31号啊，然后3月3号啊，然后5月8号，这时候稍微多一点，然后6月22号啊，可能是电视台在预热吧啊，可能啊，然后但是从7月9号就不得了了啊，就爆炸了啊，各个这种资讯啊媒体就开始报道他了。我们看一下到底是，看看啊，这叫需求图谱啊，就是通过用户在搜索该词前后搜索行为变化中表现出来的相关检索词的需求啊，看一下啊，李现啊，搜索它离得比较近的、比较强的啊，这里面第一圈比较强的是厘米、12、4399、哔哩哔哩、李现凸起12厘米。这个我没搞懂啊，这个疑似凸起啊，这个不太懂。第二圈的就比较多了，电影什么什么什么的，没有出现那个片子的名字啊，没有出现那个片子名字，很有意思啊。但是这些绿色呢，表明是下降的啊，就是这个搜索的强度在下降，然后搜索强度比较上升的呢，就是疑似和凸起，什么飞机、天堂、电影啊，我没太搞懂啊，来源。搜索厘米过来的啊，就是来源的啊。搜索厘米，比如说李现啊，然后哔哩哔哩李现啊，然后这个去向啊，大家可以看啊，就是来源词、去向词啊。厘米李现，李现凸起12厘米，凸起疑似吃醋啊。之前我跟我朋友聊还是聊过，说这个好多人因为李现的出现啊，就嫌弃现在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啊，这种都有发生，所以说这些很多事情的发生跟我们生活都是相关的啊。好，这个挺有意思啊。再来啊，人群画像，看一下啊，最近30天的稍微长一点，近90天吧。好，最近90天，关注度低多的是广东，下来是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然后北京啊，对，关注度比较高的啊，这个省份。也都是，哎，这个一个四川怎么还比较相对比较靠前啊？四川啊，属于内陆里面相对搜索量比较大的啊，但最多的还都是这个相对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多哈。然后年龄搜索李现这个词汇啊，就这个词是什么年龄层的人呢？第一多的是30到39。啊，这个我媳妇儿如果看到的话，包括你周围那一帮子女人。就卡在这个圈里了啊，30到39%，63%已婚已育带娃的啊，30到39%，下来呢是40到49%，就是也还在带娃期的啊，就这些的话，广场舞应该是再往上，这帮人不太关注李现，20到29%的这种小女孩，可能还是喜欢小鲜肉啊，可能。就李现最火的，因为我周围接触到也都是这个年龄层的人比较多一些啊，因为小孩的原因啊，包括一些原因啊，30到39%，63%啊，然后其中男性27%啊，我到现在都没看过他的片子，我就连27%都不算啊，然后女性73%啊，这个女性明显是大多数啊，就分析这数据是蛮好玩的。
然后这个人群占比就是，基于一些数据，然后就是到底关注这些人群对哪些兴趣比较高，喜欢资讯的，这个影音娱乐的啊，然后书籍阅读的，这个看不出来什么，至少我没看出来啊。好，这个整完了，然后我们把吴亦凡加上来啊，吴亦凡这个，吴亦凡，这是都是男明星嘛。我们看他最近半年的啊，半年的，吴亦凡现在很明显的，之前的热度是很高，然后从李现出来之后，吴亦凡的，比以前稍微降了一些啊，稍微降了一些，降的不是很多，但很明显是下降了，这是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啊，待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吴亦凡喜欢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啊，好，啊。这个是啊，李现啊，也稍微长一点啊，接近90天的。看吴亦凡之前很火，很火，很火。李现出现之后，很明显这个波浪是下降的啊，很明显是下降的啊，这个没有什么争论的啊。吴亦凡，你看，但是呢，吴亦凡是很平稳啊，因为他是已经火了很久了。你看啊，经常的出现啊，低的时候一天也有24万啊，十几万啊，这都是比较多的。啊，能够看得出来，这个还是，有些，但是李现这个确实是太火了，就最近爆红，直接爆红，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吴亦凡的啊，看一下吴亦凡的，吴亦凡的啊，吴亦凡这个还是很平稳的，就他是每隔一阵儿就会有一个爆点，每隔一阵儿就有一个爆点啊，这明显是背后有大的团队在运作的，这不是普通的机构在背后运作，啊，然后。然后需求，吴亦凡的这个数据没有啊，这个叫需求图谱没有，没有数据啊。人群画像，哎，这个有，最大的还是广东，这个比刚才的李现这个广东的要更长一些，下来是江苏、浙江、北京啊，这个广东是尤其突出啊。然后看一下年龄层，也是这里59%，就是。在家里带娃，好多是全职妈妈的那种，这个圈层的人对于吴亦凡也是尤其喜欢，比刚才李现弱了一点，李现63嘛，这里是59，然后40到49的人，40到49的20%，20到29的对吴亦凡的比例还并不很大，都是10岁10岁10岁啊，每隔10岁做一个，啊，哎，小于19的明显多了，吴亦凡的话，他的明显他的。喜欢他的人呢，是年龄比李现要偏小的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啊，比较明显的。然后喜欢他的男女比例占比呢，你看这个就我就是一个体现。吴亦凡我已经就是关注很久了，觉得超帅啊，头发长长，虽然老是拿头发在捋来捋去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很帅的，41%，然后女的59%啊，这里面的话很明显男的比例是升高的啊。这个资讯，这个并没什么啊，这个并没什么，好吧，我今天就是想说一下这个，也是大家如果自己将来有兴趣想了解一个，就是比较热门的这个信息，最近的一个变化啊，包括想研究它的一个趋势性的东西和它的关联度，可以通过这个百度指数啊，就是目前也是百度提供了这种类似的。免费的搜索接口啊，就这种大众型，你要特定型还是要收费的。我觉得整体我还是比较推荐可以用这个百度指数来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啊，又免费，然后它的有极大的参考性，毕竟百度的体量在这儿放着啊。当然，Google 也有啊，但普通人很难够用得上啊。但是百度在国内的话是足够普通人用的了。然后好，今天我就是聊的这个叫李现的现象啊，李现这个现象，挺好，至少现在国内的这种明星逐渐的去替代了，韩国、日本或者港台的啊，逐渐的用本土的这些明星替代了境外的，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好吧，今天就是这个李现跟百度指数，好吧。一线现象，拜拜。